无人值守称重系统提供给用户的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重设备，而是一套完整的称重管理解决方案。通过无人值守汽车地磅的前后模块的应用，称重计量和管理工作效率将会得到改善和提升，计量的结果将会更准确、真实、有效，同时实现称重数据的资源共享，为客户的财务、运输结算、物料进出厂的控制等提供相关计量数据。